坦克300钥匙壳安装指南。向上推出原厂钥匙壳银色盖板，拔出备胎钥匙并撬开外壳，取出主板和按键软垫，取出背面电池和金属铜片。我们要用到的是原车钥匙壳的铜片、电池、主板、备胎钥匙和按键软垫子。打开我们的钥匙壳包装，拧下四个螺丝并打开盖板，取下金属盖板、电池背板和填充海绵，给电池背板安装铜片和电池，依次放入按键软垫、主板、电池背板和金属盖板，上好螺丝，盖上钥匙壳盖子并上好螺丝，取下备胎钥匙托上的螺丝并安装原厂备胎钥匙，然后滑入装回钥匙壳，取下钥匙链螺丝，装上钥匙链。安装指南至此结束，感谢观看。